学技术殿堂。嗯，科学技术殿堂。科学技术的中心是经贸交流的地点。嗯。那个建筑坐落在爱岛上，爱岛那个岛叫做爱岛爱草岛。爱岛，爱情的爱。爱岛，爱草的爱。啊艾草，艾草，艾草，绿色的啊，那个草啊，艾草，艾草，就一个草的头，一个唱，对对对，嗯，爱情的爱，艾草岛是大同江的堆积活动形成的一个冲击岛，哦，就这个中间这个，对，挺漂亮的，然后这个科学技术殿堂是2016年1月启用一年期间完工的，哦，你们去过吗？去参观了，那全都是以电子图书室为主。哦，也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去的，是吧？嗯，对，有专门接送的那个有轨电车，哦，那个无轨电车。我们这次行程没有，对，这次没有。但是如果要去也可以去，可以申请，可以去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走过了这座桥叫。这个桥，中城桥。中城桥是迎接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时候。哦。建的。对。然后下面流的江就是我们的大同江。大同江。总长为450公里。哦，一猜就是。为什么？怎么猜的？上面有两个圈圈。